小富裕女生看海吃吃喝喝喝，一家人去宁波吃海鲜了，跟大部队集合了，到地方先吃点东西啊。哎，家人们吃啥吗？当然不理想，你不喜欢吃这个，然后一起去海边，就吃这么多了。吃饱喝足，我准备撤啦，回家睡个觉。看一下这次的酒店，这次在这里住，所以条件就没有特别好。一觉睡醒已经七点了，爸爸妈妈他们在这里等我们。又要去吃晚饭了，哈哈。当地的叔叔阿姨带我们来吃的一个苍蝇小馆，看那小黄鱼干，吃饱了，吃饱饱到海边散步啦。海风吹乱你的头发，让我亲吻你双肩，我看着你的眼睛，一不小心动了情，你的笑容让我心。我们到酒店啦，刚刚依依跟我讲说我们这酒店订的要1300还是1500，真的惊透我了，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小县城里面的酒店，谁能想到它这么贵吧，这是真的。再这么想想它更贵了，拍个脸就要准备睡了，明天要早起出海捕鱼。我这次出门带的都是这种刺套，就很方便。我真的是活得很糙，虽然糙，但该有的步骤不能少。撞你的痘痘，美人见吧，走呀！我们吃早餐啦，早餐是什么呀？今天出发第二站了，到了。我用不变的机上船出海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个交界线，开始向往了。浪真的好大啊，淼哥晕船了，大家都趴下了，收网了，看起来还不错啊。今天的成果在做刚抓的海鲜了，做好了，真的是太烫了。慢慢说，一个人一箱战果带着走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出名了的淼哥。